忠实的社论很紧张，说哎要撤换黄金，还说侯科直接对谈。OK， 蓝白现在主流民意之期盼，希望呢台湾能够脱离兵凶战，叭叭叭叭，来啊，各位直接讲一个我的答案啊。这件事情呢，就跟当初讲在大联盟一样，不要急，不要急，对不对？我不怕翻车啦，我也不怕洗地啦。我跟我讲啦，不要急啦，不是不谈，也不是主帅不亲政，时候未到。现在这个阶段像什么？派斥候，派先锋部队，两边呢，先到这个淡水河边，对不对？你开一枪，我开一枪，开始试水温，试探一下对方的军情。看一下这个较量一下，亮个刀子，先兵后礼，对不对？先跟对方来这个试探，来一拳我一语，但有没有伤根动骨？没有嘛，把火力展示在后面嘛。国民党展示什么火力啊？对不对？国民党是展示他的地面部队嘛，啊，一堆刺针飞弹啊，这个豹式坦克啊，然后这个云豹甲车啊，全部放在后面。那个我地面部队强啊。啊，柯文哲展示什么？柯文哲空军嘛，开始什么哎呀阿帕契啊，然后什么黑鹰直升机啊，然后 F-16 啊 IDF 啊幻象在空中飞来飞去飞来飞去啊，有没有开火？有没有开火？没开火嘛，这地面部队大家就是小打小闹，开个几枪还在用 65K2 嘛，你看得懂那个画面吗？现在是长这样子啊。问题是人在哪里？人在哪里？柯文哲坐在大本营里面嘛，老神在在嘛，侯友宜坐在大本营里面嘛，老神在在嘛，前线指挥官一个叫黄珊珊，一个叫做金普聪啦，现在在演的是这个剧嘛。但为什么时候未到？那双边现在要假装交战啊，假装交战势均力敌啊，势均力敌的时候，这时候开始就会能办法招募士兵嘛，开始能够壮大自己嘛，开始引发关注嘛。因为有谁？因为第三方在旁边有一个虎视眈眈的民进党嘛，随时准备谁出来打谁嘛，想要螳螂捕蝉，黄雀在后嘛，随时希望说，哎，哪边大我就压哪边，我就把那边给打倒。所以两边当然只能这样按兵不动嘛。但要拖拖拖拖拖拖到什么时候？当然是拖到不能再拖嘛，拖到最后一刻嘛。拖到民进党来不及反应、来不及攻击的时候嘛，才杀个措手不及，突然合在一起嘛。所以我跟各位讲啦，确实黄珊跟金普聪现在在过场啦，两个人吵得不可开交啦。但这会不会是最终的答案？不会。这些人他讲什么，我根本连听都不想听。反正你爱吵爱闹就闹。最重要的是，到十一月的时候，甚至不用那么久，侯友宜跟柯文，哎，怎么跳这出来？侯友宜跟柯文哲会直接坐下来谈，我敢保证，我就不会翻车。哦，如果看看我们会不会翻车，侯友宜跟柯文哲绝对会直接坐下来谈，那个时候才是深水区，那个时候是玩真的啦，现在都是演戏过场而已啦。现在演戏过场而已啦，现在反而是一种掩护啊，反而这个掩护的过程当中，让民进党不敢轻举妄动啊。我跟各位讲哦，你如果现在太早把这件事给定调出来，或者说柯文哲跟侯友宜的民调差距过大，民进党马上就会压筹码，他就会压筹码了。比如说柯文哲高起来，他就会打柯文哲；侯友宜高起来就打侯友宜，绝对是这样。而民进党现在还是按兵不动嘛，他不知所措嘛，那这有什么不好的呢？对不对？各位来，我来问一下。你想要看到蓝白吵吵闹闹的打加一，还是你想要看到这个民进党然后再丢十个威要案出来的打减一？我不知道，我问一下嘛。你想要看蓝白吵吵闹闹的打加一，你想要看民进党再丢十个威要案出来的打减一，好不好？这我就显而易见嘛。我直接讲，我选加一嘛，我宁愿看他们吵吵闹闹嘛，因为吵吵那一段真空时间反而是一种保护伞嘛，反而蓝白吵得越凶，焦点目光都聚焦在他们身上。
而且民进党也没有办法再用负面选举去打攻击。你知道赖清德最近想要打什么吗？赖清德最近推出一支广告，说马文君是卖台，然后推广告卖台，你把他抓起来嘛！哎，这开什么玩笑啊？很严重哎、欸，立法委员卖台泄密哎、欸，赶快去把他抓起来，把马文君抓起来，我拜托你。那、啊、马文君不抓，哪有时间拍广告？你们笑死人了！你跟心头壳一样好笑。赖清德昨天还说什么？说潜舰可以在台湾海峡保卫台湾呢、欸？各位，你知道台湾海峡深度多少？台湾海峡深度多少？各位，我再讲一次哦。赖清德昨天还说潜舰可以在台湾海峡保卫台湾，但你知道台湾海峡深度多少吗？台湾海峡深度只有100公尺。而潜舰100公尺有没有办法潜？没有办法潜，所以赖清德根本闹事，什么都不懂，他们乱讲，草包，真草包。哦，赖清德说，我再讲一次，因为这真是太草包了。潜舰可以在台湾海峡游来游去，八艘潜舰保卫台湾，被马文君害惨了。那我跟各位报告，台湾海峡只有100公尺纵深，没有办法跑潜舰，没有办法下潜啊，没有潜舰下潜100公尺的啦，这开什么玩笑啊？对嘛，你浮潜哦，还是什么狗爬式抬头蛙？赖清德有够厉害的，好不好？所以我跟你讲啦，我不知道各位怎么想的啦，我宁愿看他们吵吵闹闹，反正大家不是看得很开心吗？反正我跟你讲，各位不要着急，要着急的是他们两位，是柯文哲跟侯友宜，我们在旁边看戏。我跟你讲一次，我们看戏，为什么？因为是你们欠我们的啊，你们压力很大，我们也没压力啊。你们输了我们会怎么样？歌照跑，舞照跳，工作照做啊，饭照吃啊，所以你们去急吧。反正呢，民众现在是就是在把责任怪到你们身上啊。啊，确实也是啊。哎、欸，我们民众有心哎、欸，我们大家想要下架民进党哎，啊，是你们两个在两个人在耍宝哎、欸，两个人不整合，然后每个都想当政的，那关我们什么事？责任是你们啊，反正你们谁做不好，我们就怪谁啊，谁不合我们就怪谁啊，所以压力在你们身上好不好？关我们什么事啊？好不好？干嘛替他们紧张？他们才最紧张嘞，因为会被民众骂死，好不好？谁紧张了？来，我们来啊！抱歉各位，都是我在讲。我们来看一下这社论讲说什么哦。他说黄珊珊强硬提出二选一，最令人侧目就是他对潜舰的回避，而最近引爆的潜舰议题是蓝白的一个矛盾点。哦，国民党主攻潜舰弊案，马文君的监督权，黄珊珊却力挺海关召集人，也就是他兄长黄树光。所以我跟各位讲了，黄珊珊之后会撤场啊，之后不会是黄珊珊来谈啊，之后不会是黄珊珊来谈啊。好，来说共同承担历史性任务，哦，已经谈到一个共识，凸显两边的差距，我不认为啦。我觉得这只是一个互相叫板的过程啊，互相叫高牌啦。现在这个过程，各位你有没有玩过吹牛？两个三，四个三，六个二，七个三，现在在这个过程啊，啊到底两边有没有这么有料？没有嘛，就叫牌而已嘛，不要那么认真，好不好？太阳星全效克斐尔益生菌，我吃了两三天，最明显的感觉是睡眠品质竟然变好了，睡得好让我整个人工作更专注，心情也变得更稳定更好。因为太阳星全效克斐尔益生菌，才让我认识到克斐尔益生菌，它是由多支菌种的益生菌所组合而成，不仅能够维护消化道机能正常运作，还拥有多种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，相当强大。你知道吗？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，称它是神仙的礼物。上千篇的国际研究证实，克斐尔益生菌不仅帮助肠道健康，肠道菌透过肠脑轴影响全身器官，所以维持肠道菌丛的平衡是解锁身体健康
精神健康的钥匙。对帮助睡眠维持好情绪真的很有感，也因为这不是药，有季节敏感代谢困扰，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，选择太阳星全效克菲尔益生菌，做好日常的保养，身体健康没负担。每日克菲尔，时刻美好 ，Good feel feel good， 请上快点购健康下单，输入推荐代码有额外的折扣。